大哥，干嘛呀？哎呀，美女啊，这么漂亮！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能叫我叫人了吗？哎呀，随便你叫，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叫破喉咙也没有听到啊。美女啊，我也不怕跟你说，我今年都38岁了，开了39年摩的，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漂亮的。大哥啊，你是当摩的的，你就把我拉回去就行了。急什么啊？你陪我到小树里面去聊半个小时的天，等下我聊高兴了，我免费送你回家。你怎么一点职业操守你都没有啊？你干嘛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聊半个小时，你也不损失啊？啊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我也不介意啊，谁用不是用啊？嘿嘿嘿。难道我长得不帅吗？你不介意、啊、我介意啊，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哎呀，你是确定不愿意跟我到小树林里面聊天了是吧？大哥，我是一个正经的女孩子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不要扯那些啊，荒山野岭的，我们聊了天别人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去不去？不去。哎呀，你是敬酒不喝罚酒是吧？行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加到了1000块钱车费。1000块啊？对啊，总共1050块才能送你回家。我坐飞机回去10几个公里，我也不用1000块啊。哎呀，不愿意是吧？不愿意。你干嘛？啊过来，苏丹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不要喊啊，喊我对你不客气啊。大哥，你放过我吧。哎呀，我放过你。哎呀，想得美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美女啊，你也不愿意跟我聊天，你也不愿加钱，我就把你绑在这里啊，让这里啊蚊子把你咬得一身都是。丁啊，啊，再加上啊，这条路啊，经常有一些坏人出没的。坏人啊，既然你不让我占便宜啊，我就让其他人占便宜，你就在这待着吧。大哥，你放了我吧，你不就想要钱吗？1000块是吧？啊，回去我给你。现在没有钱吗？没带那么多，没带那么多。美女啊，干嘛呢？你不要动我。相对于钱呐、啊，我都不着急。你跟我进去聊天呐、啊，等下我车费也不要，额外啊，我再给500块红包，你行不行？我都说了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正经女孩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给钱，我愿意给钱不就行了吗？愿意给钱是吧？对，加到500，1550，有1500啊，愿不愿意？行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拿下来，我都说了回家给你，我叫我叫个家人给你。身上没有吗？没有。真的是的啊！那你到家记得给我啊，不要耍赖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真的是，哎呀，叫你进小树林，你都不进呢 啊！拿好你这臭衣服，真的是，站住！哎呀，以为说今天搭了个美女来脱单的呢啊！我做了什么孽啊，遇到你这种黑摸的，你还做不做？不做我走了。做做。真的是，我哪里差了？你以为我长得不帅啊？我还没来呢，我到了到了。麦力老，到了。到了。我麦力老。哎，干嘛啦？我眼睛进沙子了，我看不到路。进沙子？对呀、啊，我进沙子了。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美女啊，要不这样。我进你家里面，我给你帮你吹，在这里吹就行了。进了门里什么里面啊？哎，行吧，我帮你吹一下。吹呀！吹、啊、风、哎。奸夫淫妇，老婆，我哪里对你不好啊？你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情！哎，你误会啦。他是摩的了，拉我回来，然后我眼睛进沙子了，他帮我吹一下眼。对呀、啊。误会了，老公。你还狡辩啊？抓现场了，嘴巴都要亲上了。那只是错位而已，你不要误会，人家是个好人，你赶紧让人家走吧。马上给我滚回家里面，晚上再收拾你。走、啊，美女。
快点，美女，你不要进去先，你还跟你老公解释清楚啊！那个周飞，你叫他给啊，我叫回去了，我怕他了。关门！哎，哎，别进！干嘛？还含情脉脉的，不舍得是吧？啊，依依不舍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草上一片绿呀、啊，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？那个绿是你自己想象的，我什么都没对你老婆干啊！你看一下啊，都要亲上了，都说是错位，错位，错位啊！你要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啊啊！平时我老婆18岁跟我到现在，我从来没让别人靠近她，啊，遇到男人都要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，你竟然，啊！我身上我不怕影子吧呀，你杀手啊！证据在这里，不用狡辩了。赔钱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什么还要我赔钱呢、啊、没错，最少3000块。啊，3000啊，要不然这个事情传出去我以后怎么做人呢、啊、啊，传出去我身正不怕影子歪。我跟你说吧，刚才你老婆啊还欠我那个车费1500多块没给我呢。还想要车费？你们拉摩的就不能好好拉啊，还图谋不轨。你不知道别人有老公啊？啊，给不给？不给你那拿我给我打电话叫村里面的兄弟过来 啊等一下打断你的狗腿、哎、喂阿顺啊，哎兄弟等一下、啊、有事好商量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干脆啊你老婆的车费我也不要了，算我免费送她回来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帮我找几个人马上过来、哎、等一下小点行不行？不行，一般没找。哎呀，带上家伙、哎、给做饭的家伙，今天算我倒霉呀、啊！啊，是你自己活该啊！图谋不轨呀、啊！啊，3000减去你老婆的车费，还减呢、啊？没得减！哎，这是我搭了2个月课才挣的钱啦、啊！我还没要你5000呢！啊，这、哎、便宜你了！怎么遇到你这种人呢？啊，啥子没让我看到你，见一次打一次啊！我告诉你啊！如果是遇到你老婆啊，我懒得打了。还啰嗦的，我马上回去教训我老婆。老婆，快点出来，走了。那个玻璃楼走了没有？走了。我害怕呀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我半路上，哎呀，加钱就算了，还想让我去小树林，还把我起来了。那有没有受伤害啊？没有，多亏我半路上发了个信息给你啊，要不然。哼，都救不了我。我一看到信息，我马上就准备想好办法怎么对付他。这种人就要好好收拾收拾他才行。赚了多少啊？不是赚，哎呀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亏呀、啊，才3000块。那也就行了、哎，给他一个教训。这种黑摸地呀、啊，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呀，老婆，以后出去不要穿的那么糟，花枝招展，我吃醋啊。行了行了，回家做饭给我吃。哎呀，吓死了。